各位，我们现在人呢在哪里？香格里拉。太开心了，因为今天呢算是知识观顶的开幕活动，然后我们就是有一起来。对，然后我们旁边坐了蛮多大家，就是都是 YouTuber 也是网红，哎，爱丽，就是爱丽。对啊，怎么会这么久？傻眼。只有现在我们都结婚，然后他们也结婚了。对啊。小孩子先生出道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然后呢？你看我们今天吃这个什么？你最喜欢吃的虾子。哦，其实我们已经开吃一阵子了，对不对？先填饱肚子再拍。对。然后旁边这两位男生呢，还是在拍美食的啊。哎，他们很很可爱。台南的美食。对，好，你是台美食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坐在我旁边那个就不得了。你知道我旁边那个是谁吗？ 这样长过去，来给大家看。哎，他们两边镜头哎，两个班，两个拍video的。这个是维腾，鱼来了。等等等等，这是什么鱼？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它的皮很像。怎么样？你的这个蓬蜜汤好吃吗？可以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吃好了啦。 因为我要留一点胃呢，吃后面的东西。哎，维腾，你还没讲完嘞，还没介绍一下。我们刚刚被那个歌手打断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是维腾，然后我是画那个鬼鬼画的那个鬼故事。鬼故事动画这样子。有，我有看过。还是我要用我的声音那个，用那个配音讲话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维腾。 这样子，哎，少这样哎，哎，你的那个鬼故事有时候真的蛮可怕的。哦，谢谢。对啊，有时候我会吓到，然后还会扑梗，他会扑梗。我们尽量的走那种，那不害怕鬼故事的也会喜欢。啊，那有时候会蛮干的，我就觉得很美的。看着很感叹。对，这个是大轩。大轩。衣服没有认出来。 今天穿白衣服就没有认。今天游戏规则是要大家都穿白色的，对，穿白色。可是我就选你了，你就穿黑的，然后整个白袜。哎，这样也可以啊。对啊，这样也可以啊。你们有时候穿白袜，有穿白袜大，白色啊。我讲话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很可爱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啊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你不是有可乐吗？
没有，头可能是分开拍的。啊，分开拍了，对，所以其实没有见面到。对，我们在一幕里面。对，我们都在底下留言。YouTube 日常嘛，YouTube 日常。其实都有看过对方的影片，可是都没留言。然后他爸，而且观众都会说：“哎，你们都住台南啊，你们应该认识啊。”完全不知道。很好笑。好，谢谢维特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你现在第一次看到维特的感想是什么？有看过吗？你什么时候看过？影片里面啊。那、啊、你知道他是拍什么的吗？看一下。嗯。我看过一个。我有叫你看的那个。我说，哎、欸，你看那个维特，嘿啊，你看他点击率很高，哎，那个维特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嗯，有印象了，对不对？嗯。